今天又要去哪里呢？去哪里？等下就会知道。哎，很久没有出国了，很开心。耶！睡觉的地方是这里，是不是？好像也还是还行哦，看起来空间还行哎。一个晚上是多少？这里一晚五千。哦，好像还可以耶，五千多的，看起来还不错哦。出发，出发，逛街喽！想吃个翻拍的照，这一间哦。我想说我想去 Good belly Good belly 好美了哦，我们来吃饭了。巴黎的第一餐来吃肯尼。吃完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逛街行程，我要大买特买，晚上要吃东西了，有没有先订好？有八点十五分哦，这个今天这一次不一样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有来过就不一样了，完全好像在地人哦。晚餐时间，我们刚刚逛完街，然后所以刚消失一阵子就都没有录影，现在呢要来吃一间也是在网路上查的，我也要。叫 Big Love 吗？ Big Love Big Love、yeah! 因为我们一年前吃到那个松露面，就很想要再吃一次，一来的时候就想吃，但是我们选了不一样的店。对对对对，一样是他们旗下的店，叫拼妈妈的旗下店，然后是这间，期待，走吧。对，这一天刚好被意外找到是素食餐厅，就是素香肠。我是对素食的什么肉类都很有阴影，像这个法国的做的怎样？真实评价，因为我没有业配哦，真实真实，有谷物的味道，而且它调味的蛮好吃。它是一个泥，像肉吗？不像肉，但就是你没有很喜欢。还不错，还好。哦，炸的耶！是好吃的，但是是泥的味道，对，调味的很好吃。它是半熟蛋，所以吃起来是还不错。耶，这个是无花果跟 Brata cheese， 那这个就是大家所见的松露面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吃了。我们刚刚吃这个起司，里面有薄荷，就是去搅拌那个起司，所以吃起来超像芽包的。真的？来，这个真的很像芽包。我没有要再吃第二口。不要点这个。我觉得它的单吃，它可能跟薄荷混在一起，没有这么合我的胃口。但还是其他东西都很好吃。耶、yeah! ，这是饭后甜点。好吃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很道地的感觉。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，我们要来吃早餐。这一间好像是那个他们可颂的百年老店，所以要来吃一下。现在呢，要来做这个位置。我们是被他的奶油给吸引的，因为他的可颂都会配一个奶油。啊，期待一下。我点的是 cappuccino。点的是这个 chocolate。哦，它是这样加的哦。
哦，感觉超浓，很赞呢。这里也是有一个风景在这里。刚吃了一口超好吃，他吃完了，他已经吃完了。大家一定要点可颂跟这个巧克力，它沾来就超好吃。哇，那我欧曼了。哦，真好喝的。嗯。那这可以沾吗？真的是层层沾了，所有咖啡都会沾到蛋糕里面，哦，超好吃的，超好吃的。哦，等一下要跟巧克力还有这个，哦，好好吃的，嗯，很赞。酱母沾，然后呢，再沾那个。耶，吃完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好吃？很好吃，选的不错。你看后面超多人在排队，这样就是最爽了。还好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有在排队，赶紧去逛街哦。天哪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他们在韩文录对于啊，我听不懂，所以大家记得去看他的影片。我们现在来到一间选品店，他买的不是衣服鞋子，他的买的是这个是好像必吃的他的泡芙，感觉很好吃哎。我们大家一起吃，然后我们刚刚还点了饮料，因为现在逛街逛累了，还是要喝饮料。期待。哎，我头发这样怎么意思？这是什么 buckle？ 我的头发被湿掉就会变这样。Big 多少钱 ？Big 500块。Big， 耶！我们的钱包依然是银行的袋子。我刚换的。耶，好快哦！什么？好好吃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满满的酱，爆皮爆皮爆爆皮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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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泡芙这种东西能好吃到哪里去？怎么样？就好吃吗？还行吧，但其实让我想到一个东西 ，Costco 的泡芙，但是它的皮比较薄一点，然后它的鲜奶油比较就是很浓稠型的，冰冰的，蛮好吃的。对，就是评价起来，但我吃到了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我点的是抹茶柠檬，好好真的，好喝吗？我觉得可以喝饮料，这饮料绿茶，好喝，我喝好了。这份老板做的抹茶应该是有道理。不一样，我看他倒了一匙那个抹茶进去，你要喝一口。这是青红，对，青红这个可以，可以可以。那，啊，这个，还在台湾吃就好了。对，在台湾好像吃得到，好真实。现在又在。CDG 机场准备要出发去下一站，不知道等一下可不可以顺利，因为最近法国有点危险，然后天气也比较不好。看一下，我现在来吃早餐，这里很多都是这一家，会有超多都是 vegan 可以吃的耶，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吃。现在在机场，就想说等一下再来化妆，然后我点了一个应该是墨西哥卷饼吧，然后反正就是 avocado， 然后还有一个我最喜欢吃的是可丽露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
然后再来就是我年纪大了，早上的时候会喜欢喝 Americano， 所以我就点了一个冰的，喝金针菇、小金麦什么。vegan 的，都好吃。这个是鹰嘴豆泥耶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巴塞隆纳，没有去过西班牙，很期待。我们两个这两天短暂的待在巴黎，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回到巴黎的时候逛逛街，比较没有在拍片。但这一次的主要旅行其实重点是在西班牙，并不是巴黎。金针菇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跟一个北北聊起来，现在也是正在聊聊天。他要问我们说他几岁。Because my father is 66, so I think 55, 77. 77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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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是有钱人，他是他左手是最前面的。对对对，他是那种最前面的。然后他刚刚说他现在77岁都在花钱，环游世界，还有一直过来照顾我们，很像爸爸。他叫 Eric。哎呦 ，Eric 爸爸。Eric 爸爸。My。Thank you。拍个照。The dream here.